嗨，我是小芳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我要做一个特别的 blog， 是待会儿用来煮的。哇哦，这样多！我其实不太需要这样多了。还要去蛋糕店一趟，我觉得这边的蛋糕店还没有开，然后另外一间的蛋糕店它已经开了，所以我会买一个小小的蛋糕。然后就是当做一个仪式感罢了，因为太多吃不完。好了哈，那买包空豆啊，这里有买空豆吗？有买空豆吗？有空豆吗？这是刚才买的格罗面。出来，这是格罗面。在这边呢，这个是3.8块，还挺便宜的。其他地方大概都差不多要5-6块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们也是没有到后面，只是在这边而已，坐下来休息，然后待会儿就下了。来看看我放的北京带什么。待会儿。那我做几条啊？是的，我几条的不水水搞笑，也像今天的我就一节一节的，就是很多我都没有拍到，然后忘记拍。像早上的时候确实能有拍一点，然后后面的呢就是我有煮东西呀，然后就是回家的路我就没有拍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是非常愉快的一天，然后我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周末快乐，然后再见，拜拜。